驰 GLA SUV 为您列评推荐，主播炸了。对，都比较符合两个打野选手的性格吧，但是奥拉夫毕竟在野区的这个对抗上是优于这个酒桶的，这一波直接过来，一，哎，这个一闪，啊，这个沿途也没有抬到，哇，这波如果一闪到了，基本上就有了，但是这边奥拉夫过来，掠食者闪现，这个的话你有点难走，这个、一血应该是要有了，而且卢比这边也走不掉。直接进化解掉，哇，够了！牛头赶过来的话，而且还有个河道血的加速，看白师傅就跟上闪现，留下吧，留下吧，差一下，哎，闪现这里过来，马丁并没有拿到人头，马丁闪现想要去偷个人头，啊，这一波在前期节奏上。这前期劣势太大了，嗯，可以看到现在凝视在往上半部分去靠近，还是想找机会通过双人路的推进打开一个突破口。对，现在凝视不可能去找别的路去做事情的，那这边就是在靠单人打。您过来的话被视野看到了，前面第一个草丛是有视野的。其实您现在玩法就是一个辅助的玩法，就是我就来给你下了双人当辅助，其他的事情我不干。对，直接过来要开马铁，这个位置给个半截飞羽，一技能没有倒钩到。后面有点可惜，但是闪现过来一个大招，哇，配合打野刀的伤害是完成了击杀，这是出了不能回升的一个酒桶。哎，看一下这一波，哇，打到了这个位置，交叉杰克拉我一个 W 二连起来，这个位置交出大招，但是还是有点难活，闪现还是得了，这波纳下来，打下来这个位置被晕了，哇，苏德这时候有点无敌啊，现在德赛这个位置没有闪现也没有位移了，德赛也要阵亡，看一下他们中野能不能够击杀一阵后来补一下这边的一个损失。大招最后你又完成了一个补刀，把双武器换到中路，看一下这边开启正义荣耀所谓补的直接追着砍，对，看出一个大招，有点难跑。黄昏给一个一技能，再给 Q 这里要控，但是控不住，开了一个大招，还在最后一丝血。哇，这条柱拦起来了，依靠伤害把奥拉夫给击杀了，要开始反打。现在 JK 的状态很好，对，还在最后一丝血，乘客走了。哇，因为岩雀状态比较差，也没有敢渡自己的这个墙过来，但是酒桶又来补刀了。看一下这个桶子能不能炸到人头，您过来，人头王宁王又来补刀了，啊，又补到了，这个场景我见过，今天第三次了，大招抢人头，大招拿人头，这个人头只能他拿。IG 在换塔的这个决策上做的还是非常非常果断和决绝的，先把下半部分 Miss Worldwide Let's Celebrate。下半部分野区这边 VG 不敢进去，有谁在帮我预判呢？这个终于是预判到了，预判到了一个闪现位置，后续团战的话这边是非常爆炸，给上虚弱吸血鬼血之袍，正面开打想要秒蝎子拉到人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是被秒掉了，小胖击杀了蝎子之后，加里奥开了个小金人，怎么走直接一个火箭腰带往回走，但是牛头被留住了，这后续点一下，哇，枪半血，这再点一下爆头，走了，晕住，布隆开盾，但是还是被点火给烫死了，正面还要继续杀吧，小炮开治疗往后拉身位，但这点是太痛了呀，闪现，你不要过来啊，眼下利昂跟一起死，一箭双雕啊，过分了，啊，完了，强化炮车 CD 好了，再来一个大哥，锤子在不在，能不能小兵去治一下，现在锤子没功夫管这些东西，正面选择 QRE， 然后哎呦这盾了，哎，太痛了吧，大刀其实有没有点输出空间的，这边确实没有大，又回来能不能再加 MV 剑，再三死还给再战，我一炸炸还要杀掉了，出来一口恶气，是的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但是这个啊，是超厉害，他也出了气，没什么意义，他还进行走 A， 你是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受到消耗多于 AP， 对，还在很靠前的位置了，伤害占比和伤害转化率来说都是联赛里面不错的数据，这波终于有机会了吗？大招弹了回来，
接上一个嘲讽，加里奥的伤害够不够？再给雷斯一个盾，但是最后是被阿布吞走。再给一个盾，没有死。因为绿毛的点火应该有机会把这个卡尔玛直接给烫死，但是吐出来的一瞬间，伊西乌又给自己一个亿，没有被顺利的击杀。而且呢，今天同时在解说台，在我的身边呢，也有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。大家好，我是唐萌。大家好，我笑笑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卡。好了，今天跟着跟西卡携手来解说今天的 LPL 赛事，非常高兴。有个治疗术的，马上开大招逃走，请开大招，这是干嘛？这踩了一个夹子，还差一下，马哥这有点危险，要是闪现，我的话，但是这定反打成功，这边定一下，哇，又一发子弹，肉身勾引上来，最后一发子弹终结了这边的巨泰。这马哥的操作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感觉马哥就肉身勾引。终极勾引啊，他在女警的面前开大，这种勾引没有人能忍得住，是个人看到这波勾引应该都直接上线了。那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游戏啊，因为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还蛮关心的，因为下路那一波你残血开大算是肉身勾引吗？当时为什么会想在女警面前开大呢？我刚刚感觉马哥就肉身勾引，应该算个终极勾引啊，严重失误吧。就那里前面我第四下 A 了小兵，然后开大开一半发现自己死了，然后就闪现跑了。第一局 BO3 嘛，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弹幕，就说怎么不选赵信，这个排位我一定要 ban 的英雄啊。这确实很强，现在及时符都比较正常，除了夕阳那边残障打。这个点确实在河道的提升是非常大的，而且现在因为你复习不是特别好，又来了二三四，再来一次，这个位置推到了，看一下留下一影交出去，还不错，很机敏，没有给机会，就是，而且线的一个位置也没有给到赛恩，就闪现 Q 的那个空间，如果是闪现给 Q， 那后面有可能交了流沙一行，还是要交闪现。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赵信走路有点顺拐？只能拉中单这个蛇女，这个蛇女是没有水银的。对，就除非明这里塔姆距离比较远，或者被控了，保护不了这个蛇女，能把蛇女拉死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现在经济的落后有个六千多，28分钟，说实话还可以接受，只要拖住继续发育，这个游戏时间现在是28。哎，这边要看起跑要追了。而且塔姆及时赶到，还给吃了进去。对，可能是个大写的，因为陆续的人全部赶过来了。土地上都太完美了，波波连被都救不了。波波没有闪现的，波波这边直接被蛇女喷死。小虎这边收获两个人头，小虎这边果断的反打，启刚影还来，留到了一个布隆，大招给不给？忍了一手，等小兵过来，他们先拿高地再说。这波处理不好，可能会直接被一波。哇，感觉是又没忍住啊！那可是做了一波尝试，但是没有想到小虎的反打。直接是秒掉了圣枪哥，而且感觉有机会一波嘛，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小影大招，小炮这里被留到，直接被秒掉，布隆也倒地了，这里仅剩一个蝎子在旁边，沉不住气啊，那个两波没有沉住气，直接是葬送掉了这场比赛，这把结束的好突然，就5分钟的事儿。